我们今天来到了钟楼西边，这个跟着明湖的名字，钟楼小区这块好吃的可太多了，从路口的什么锅贴呀、龙肉肉夹馍、农家小吃，还有卤肉面，还有个什么老李大包子，太多了！你看我一说一拉串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人均15吃了撑的套餐又来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小区比较牛，都是对外经营的小铺子。哦，看到了，老板有没有？蔡卷卷跟妹饭，妹饭都有啥妹饭？有美菜，我要个芹菜，要个有美菜。混到一块儿，然后菜卷卷啊，要都有，味道要中，这边好吃的太多了吧？卤面有吗？都吃，我要个大碗的，辣子啥都要，我要个简单，我要两个吧。这也太香了啊！是不是扑面来的香味儿啊？我好喜欢吃这个煎蛋，是炸蛋。比我在家里煎的还要香，这上面是有肉的，菜花还有豆卷，卤面看着比较干，但闻着好香啊！蒸出来了是不是？嗯，这个贼干，这个特别适合喜欢吃干的面的人来吃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菜卷，我奶奶小时候老给我做，那叫自卷，我们渭南的一个特色农家小吃。然后我看北京有这种菜蟒，是不是？你们那有没有？就是面底下面饼打底，然后上面铺满了菜，四周去卷，卷完了以后就成了这种菜蟒，就跟一条蟒蛇一样，然后切成小段。反正就是里面是带菜的，一般就是韭菜、鸡蛋呀、菠菜呀，然后还和加肉，我觉得菜的比肉还要香。我看那个蘸汁比较神奇，精华就是这个蒜，然后再就是有辣子跟这个青椒。面皮薄薄的，然后这个是麦饭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蔬菜跟面一和，然后上锅一蒸出来，蘸吃也可以，调汁子吃也可以，还可以炒着吃。看我们陕西的面馆，桌上一定会有蒜。这好香啊，很外干，别影响我干饭。我这还有个什么茄子豆角焖面是吧，看着比较油润，这个看比较干，但真的香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更干的面，除了依然没别的了。这菜在这边呢，还有好多土豆呢。好点，有泡辣子，这勺也太少了。看你是不是贼美，他家面有味儿，但又不咸，也不油，是个煎蛋。这边还有个高头山烧饼夹菜，我后面一定要再找机会还要来一次。你们想不想看？想看的人扣想看两个字，不算耽误。这个小区特别有感觉，是不是？后面的美容美发那个棒棒，好久没有见到了。小贝，你好，你好。好饿呀，不看。贼好吃，睡觉吧。怕什么怕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营养怎么能跟不上？你们不是都好奇我吃的时候这里是干嘛的吗？咽口水，真的香，值得来。第二碗饭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掏出我的勺勺了。干饭效率 up。柳辣子也好吃的哈。这是有童年的味道，就是有个蒸馍就好了，我能把这全蘸一遍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玩意儿，微信加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就那一个凭我弟弟子，来，幸福的声音。肯定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是推送到我的手机里，不是推到我的嘴里？哇，这看着都可香了！吃面不吃酸，味道超一般。
你们有吃过孜然味的泡面吗？没有吧？都要一份，老板再帮我拿一份泡面。我们又来到了甘家国际，今天带大家去吃一个无油锅底串串，五毛钱一串，我去看吧。Go go！ 我发现一个搞笑的，是不是我们去年吃的那个鸡腿摊摊吗？小网红被饿了，来我这边。老板，咱这咋拿呢？自己拿是吧？是。延安人吗？延安的子长，两千倍，我经常关注你，是不是？你每一个视频我都看见了。谢。什么串是一串是五毛？嗯。然后这个盘是我们陕北那边的就是特色，然后一盘是五块。好的，茴香牛肉、芹菜牛肉啊，豆皮，我的最爱。你见过西葫芦涮串的吗？麻辣牛肉是五毛钱一串，土豆片，我的最爱。咱们怎么什么都是？再拿点他们陕北特色，黑不溜秋，黄灿灿。一样拿一个 ，OK。延安人家是拿这个装料碗是吧？是。那这小碗是给西安人弄的。我们现在去吃串的时候，啊，要去吃的是醋泡蒜，好，蒜着吃。好，来一勺醋泡蒜。这是麻酱料碗，这呢？那个是用辣椒还有各种调料打成的，就是然后那个也相当于一个料碗。好，搞一勺麻酱，不知道人家本地人这样吃不吃？咱这大杂烩，这辣真香。OK， 下个肉串进去，来吧，家人们，它这个汤底是孜然做的，特别香，但是一点不油。牛肉串，就香了，咋味很浓是不是？为啥要蘸蘸呢？应该是要蘸一下这个碗吧，他们这个料碗也是很有特色的，芝麻酱比较稀，不是那么浓稠，然后还有剁椒做好的料，然后你要用芝麻酱的话掏个3块钱，要别的什么醋泡蒜呀、剁椒呀那些都不用掏钱。好吃，蘸料碗，芝麻酱就香一些，不蘸料碗就孜然味，感觉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羊肉串，满身孜然味。感觉好了呢，这边下去吃起来不能停。我觉得这种无油串串还挺适合精致的猪猪女孩的，是吧？又想吃串串，又担心长肉了怎么办？吃这种无油串串呀。你们那儿有没有弄无油锅底的串串？芹菜牛肉，芹菜牛肉好吃，好吃，可嫩了，好特别。他们吃完都这个，还入味。芹菜牛肉跟孜然锅底是绝配。我听老板说，延安当地的孩子怎么吃？搞上一杯这个醋泡蒜，这样蘸着吃，再搞两个蒜，就着肉。好好吃，真的，家人们，快，每个人去打一碗那个醋泡蒜，真的贼清爽，生蒜脆脆的，嫩嫩的。我一个不爱吃醋的人，这个醋泡蒜蘸这个香菜牛肉绝了。那不芹菜牛，对不起，总把人家说是酸菜。超级好吃，这就好了吧？不要停，吃起来！哇，我们又加了好多的芹菜牛肉，想不想吃？肯定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是推送到我的手机里，不是推到我的嘴里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这个必吃，这个必点。小心啊，小心烫！你代表镜头前的姐妹们吃了，一定要蘸醋泡蒜！哇，你们一定要这样试试。张鑫给你们打个醋泡蒜，你们尝一尝。特别清爽。好吃吗？好。我一个不吃醋的人。这是老板娘给的秘制料碗，这个是免费的料碗，海椒加油泼辣子加醋泡蒜。老板娘说他们当地都这样吃。好吃啊！好吃啊！我觉得不用要麻酱了，麻酱那3块钱都不用掏了。这边来就是好多人喜欢吃，对，我们再配麻酱。明白了，他这个缸子感觉就是咱小时候喝水那个搪瓷缸，是不是？你们小时候有拿这种工具喝水吗？有，把喝累了下下去。这好像是洋芋做的，地方特色。然后这个黑锅巴，这玩意儿叫锅巴。金针菇来了，豆皮卷金针菇，这个看得很瓜汁儿。这个料碗真的绝了，我下次还要来吃蘸蘸。土豆片片，没有人能拒绝土豆片。帅，转不溜下去。吃这种串串，我感觉就有点像小时候放了学，学校门口那种串串。你跟你同学是吧？啊，两个人围着一个小锅子。
同学下点那个。啊啊啊！对不起。不是刚才了，还不吃锅呀？同学，同学来给你下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串应该好了，嗯，给你们吃串，串还挂着各种黑愣愣、酸不溜，你看，快快快快快，这都是你们的。我很没出息，我要吃泡面了。来吧，灵魂，来一口粉不溜，真溜。嗯，还是土豆粉做的，有点像年糕，但比年糕滑溜，也很细致，黑色的锅巴。这不粘，很利落。你们吃过黑愣愣吗？洋芋做的。这三个其实点一个就行了，没什么大的区别。哇，这看着都可香了。吃面不吃酸，味道炒一般。你没有吃过孜然味的泡面吗？没有吧？再要一份，老板再帮我拿一份泡面，很有特点，很好吃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小的记得点赞哦，下次再见，吃完回家，开吃开吃开吃，太香了。你这段是给妈妈看的吧？这不是桌面盆栽，应该拿油麦。多少显得锅太小了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我爱豆皮，豆皮是我快乐。我要土豆。小雅的鹌鹑蛋吃完了没？吃完了。哎，我的盆栽掉下去了，我拿筷子。